这个贸易是双赢的，这是大家都知道啊。然后他现在呢，这个要脱钩，那主要呢就是想把一些高科技的产品啊，他想这个啊不向中国出口，然后给中国的发展制造障碍。而对那些呢高科技产品，中国经常是全世界最大的市场啊，基本经常占到20%、30%甚至更多。对这些企业来讲的话啊，我想不是我们一般讲的杀敌1000自损800，可能是杀敌1000自己至少自损1000。他实际上呢要卡中国脖子，同样是卡他自己的脖子。那么所以呢，这个技术脱钩啊，实际上是政府请客，企业买单，政府想达到他的政治目的，要企业去买单。